什么抱歉，其实我从来都不会谈钱，全世界 RM 全都逛了一遍，好的并没有几个，想买个表格配我的量才都铺满了店。你喜欢 fast 我懒得开，Young King, Young Boss 我爱老死的后座是大佬的级别，别跟我说奢侈品我都懒得买，兰博基尼用的怎样，哎20岁高大没有印象，玛莎拉蒂都还没个成长，我21岁练个烂根本都练不上。土豆们 21, 依然 23, almost 20, 我做的是集团不爱并在家，没有了富二代的头衔，依然是最年轻的。